不是让你先回去吗？ 肚子饿不饿？啊，吃不吃东西啊？想吃什么？随便吧，这附近好像也没什么好吃的。往这边走，我知道桥对面。 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夜宵，不过走过去得10分钟。你这鞋行吗？没问题啊。哎，那你跑一个给我看看。我跑去前面，我怎么知道去哪家吃啊？怂了吧？你是来请我吃东西的，还是跟我斗气的？吃宵夜，吃宵夜。我们和平友谊的吃个夜宵好吗？不好。那不如各自打车回家好了。再见。
现在除了工作，还能想别的什么事儿吗？说的也对，这些话以前都是我说的。你真的变了。成长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当然。晚安。